对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是那个你看见就微笑，我喝完牛奶了，转身上班了就思念的人。下午了，记得刷信息啊。我现在就想你了。是看穿你的喜欢，给你惊喜的人。是茫茫人群里，你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独一无二。下个月要去英国留学。很好啊。对不起。说什么对不起啊？异地恋我也可以啊。是无论他做了什么决定，你都会无条件支持的人。看着伤心摆着明天。喂，今天还真是啊，哎，都3年没见了，平时短信也是一个，还有一个啊，再找一个合适的人，对的人，这样不好吗？对的人。那，给你的。3年好久啊，我们会不会分手？不会啊，到时候我还穿这条裙子等你。好啊，就算我认不得你，我也认得这条裙子。对对对，他就是啊。对的人，是你大手一挥，哭着说再见，心痛又心甘情愿的背影。我不太幸运的人，在错的时间遇见了对的人，只能拥有短暂的时光。也有幸运的人，遇见对的人，会牵手一起走过一辈子。故事的结局已经不重要了，无论如何都谢谢你给了我那么一段灿烂的爱情。